综艺大哥徐乃麟出道几十年，演艺事业一帆风顺，与空姐妻子汪嘉脸的婚姻生活也相当美满，育有两个儿子徐新阳、徐庭庸和女儿徐庭宇，一家人都是俊男美女。最近徐新阳晒出家族照，奶嫂汪嘉脸站在 C 位，帅度超越奶哥，且看不出已经60岁，被狂赞不愧是前空姐。在徐家家族照底下也调出许多艺人留言，纷纷大赞奶嫂状态不科学，网友也被奶嫂60岁状态震撼到，一家人颜值都超顶。徐乃麟与汪嘉脸自1989年结婚，两人感情一直很好。据悉，奶哥原本是琼瑶御用小生，但妻子在意他拍吻戏，才让他索性转换跑道当主持人，真的是宠妻磨人。而汪嘉脸过去是空服员出身，外形还被夸和玉女掌门人周慧敏神似。